大家好，在中午的时候，这天气可是热乎乎，全台湾都是天气晴朗。你要注意哦，户外活动十分钟啊，就要记得防晒哦，要不然皮肤会晒伤的。先来看看目前的户外天气了，在外岛的马祖跟金门都是多云时晴，澎湖天气晴朗，但注意台北啊，台北盆地目前刚刚的资料到达了 36.2 度的高温，台北盆地温度高，因为整个高压的笼罩之下，整个北台湾都是一个热乎乎的天气，中台湾的气温33度，南台湾现在32度，东台湾也有在32度，全台湾天气晴朗之下，只有在下午的时候山区会有一些云层的发展，所以呢下午在山区不刷的朋友要注意，可能就会有一些雾的状况，局部地区啊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，云图上面我们先来注意到云层哦，北方这里是封面，台湾上空昨天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已经到我们的边缘了，今天啊整个高压势力整个笼罩过来，所以昨天的下午你会看到在华南这边有点零星的午后阵雨，那今天呢午后阵雨的状况在华南还可能有一些，可是在我们台湾上空的云层发展量来说就变得非常的少，因为高气压势力往西伸展，在今天跟明天都是高压偏强的状况，到了后天啊，哎，端午节咯，端午节的话高压会略微退缩，使得我们的台湾上空在中午以后山区就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出现，所以呢你第一天的假期山区啪啪照就要注意下午会有三八猴，那等到第二第三第四天的时候高压刚好就在我们边缘哦，使得我们有一点偏东南风上来，这东半部地区早晚在有点地形降雨，那西半部地区天晴，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，地面图上可以看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，这夏天最主要的这个大系统哦，这个系统一增强，我们的午后阵雨就变得非常的少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，晚上的温度状况还算舒适，明天白天一样是高温炎热，哎，北台湾还是要到36度哦，提醒你户外活动多喝水，小心别中暑了。中台湾的山区下午有点零星的云层发展，南台湾地区也是中午温度高，户外活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。东半部地区的话天气晴，外岛地区只有在马祖有点降雨，提醒您啊，中午的天气炎热，户外活动多喝水，小心别中暑喽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